十包、二十包、三十包、四十包还不够啊，再给咱们的哥姐姐啊再加十包，咱现在呢是 8.8 的价格啊，整整包有五十包。看一下这个小包装啊，都是相当精致，每个呢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，中间呢是一整颗巴旦木啊，周围全是这样的瓜子仁，而且呢它这个表面啊没有多余的糖分，咱吃起来不会粘牙，特别清香酥脆，巴旦木的香味啊混合这个瓜子仁的清香特别好吃，好酥脆。而且呢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啊，只有瓜旦木还有瓜子仁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，特别厚实。它这感觉呢就像咱小时候啊一把瓜子放嘴里啊，特别过瘾。番茄呢现在也不用搬了。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啊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9.9不要 ,8.8 不慌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 5.9 包邮30包 ,8.8 的直接给咱搂50包啊，越拍多了越划算。好酥脆。各位姐妹啊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有库存的话咱赶紧去说啊，5.9的价格整整包邮30包啊，真的太划算了。